我们原本就是为了所有的敌人，就这样吧。我来了！我骂天飞雨，给我跳！ 破坏需要耐心和时间，还有无数羽毛做成的匕首，没人能挡我的路。 酒馆的床架似乎总是主动找上。我生来就是为了忍。哟，被他 Q 闷了呀！ 混沌起舞，要被越了，我们加入。 好像他们知道被狗治了，滴滴，要被虐他，打你的母牛，快走！帅呀，在这里玩，在这里骚是吧？ 打的就是你皮肉。行吧，咱们不如动手吧。哦吼！嗯，也不在。 和人们说话总让我想捅他们一刀，所以我就捅了。瓦斯塔亚昔日的荣光，这个大半人能重现，自然会轻易的倒向混沌，要么屈服，要么死。 情况不妙时，这就是我的处理方式。你打吗？不打了，他不想打，不想打就不打，想打就打方便野区。我时不时也得自己留心身后，直到家园复兴之时，我才会歇息。 我靠！历史全是胜利者写就的，到那边去了。哎呀，兄弟，打起来应该可以赢啊！我多个治疗。 Montage.
所有女人都渴望得到。我还多个治疗，我还有治疗。好像他们知道该怎么治他似的。那我回家会亏。我走到哪里，哪里就是一片狼藉，就好像是我喂过的一条小狗似的。漫天飞雨！我靠！本来我死不了的，打你的母牛！好稳，不在我脑。暴力是我就那。哇靠！这都没死，他抬我拉到在塔下被拉到了，他挺伤害。哪下帮到他？哇，阿凡我靠！那就这样吧。打不死的，哇，他有闪的，我知道他有闪的，只是的位置。他们说我总是 Q 一，可以的，帅的兄弟。我们直接，我跟杰斯走下，杰斯还会帮队友的嘛？看人啊！就这种人反抗，不是他们两个踩跳弹，然后绕我的后吧？踩个爆炸果子弹到我后面去。混沌才是自然最本质的状态。漫天飞雨。这是头牛头梗，我操！大好像交了，哎呀，完了！哎，没死，我靠！他们要的来了一个妖坤。好闪，想干嘛？我再强调一次，你想干什么？那中路一套本来就是个残局，挂了一个玻璃，自然会轻易的倒向混沌，要么屈服。他还在追我，那证明妖坤想绕。妖坤，哎呀，这一闪怎么没拉到啊！我靠！我要走了，去哪里？那个队友的人。如果我们存在自己的朋友的话，就更没问题，就这样吧。漫天飞雨！哎呀，这一波了，对面守都不守了，我靠，守不住的。天赋带的致命节奏，致命节奏
嗨，致命节奏，气定神拳，血统，然后致命一击，肉的话点砍倒，右边是茄子饼干。26，兄弟们没点关注的帮主播点下关注。